面我们两个来拍，观众会觉得有演戏的成分。对，等一下盖伊就会被他自己的气所牵引。你是觉得很演？你一定觉得很演。我告诉你差别在哪里。Hello, Sky, 主播老师，今天我们三剑客来到竹北，看一下后面一整排冷兵器，双拳乱打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欢迎黄师傅。哎，欢迎老师，好，你好，欢迎来这里，哈哈哈，没这么夸张吧？黄师傅想问一下，这个气它是什么东西？气就是宇宙的一种能量，存在于天地之间。我觉得很多观众都看过共鸣一下，然后就直接倒啊，或是干嘛摸个什么，然后就下去。就我们看过很多这种影片。坦白来讲，它是有真有假。被气打到的感觉，它身体是很舒服的，会像云霄飞车一样。这是我们一般的力量，你应该有感受吧？好，那我现在用气来给你对比，好，应该可以。那我试试看。感觉是被推到，但是没有特别有什么。对，但是你的脚会觉得浮起来。你再看一下脚飞起来感觉。飞起来。哦，哎，我现在感受一下。似乎飞比较远。但我用蛮力，它还是会动一点。有沒有，但是你会觉得我很重。那我现在用一个气功试试看，然后可能，那我稍微用力一点。那我这样子，然后师傅先用我的力量。好，这样子这力量应该是完全不会动。那我等一下我会受伤。不会啊，不会。那这个用气应该还是可以动。啊？我这样子一直对抗，再说要有很大的撞击才能把你撞飞出去。但它不是撞击，波波也试一下。被气影响到。对对对，你可以感觉到。对啊，搞不好波波的气比较内循，因为我觉得它肌肉比较放松，比较放松的人对气会比较敏感。我现在用正常的力量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力量。所以这个力量来讲，你看我虽然没有很用力，但应该也是一两步而已。去感受一下这个气，像你的脚都飞起来，好打过去。他的气感就比跟我比较 match。今天这影片我们两个来拍，观众会觉得有演戏的成分。对，但是他也来，对，他很尽力了。对，等一下看他就知道。好，我们刚跟师傅对完频率了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到了气功护身，这是金钟罩吗？对，那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气功护身的概念，有点像我们汽车的安全气囊。等一下我把气运到我们的后背，是，哦，那你们就是这样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，哦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随便挑一个，运好气你就开始打哈，哦，OK 了，试试看，用力不要客气，用力啊。用力一点，好吧，用力，用力点，对啊，试试看，已经蛮用力了，已经蛮用力了。我先手下看有没有痛，先感觉看。我刚等，我先小力点，小力点。你又不会，你在用什么 ？OK OK， 来，用力没关系啊，用力没关系。不会痛，很痛，很痛。可以来，我这个这一区嘛，我刚没动，我刚很用力，用力快动。再来吗？再来，没问题。哇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好 ，OK 了，okay, okay, okay. 我是没感觉啊，因为哦这样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因为我也还好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他因为我刚测过，他的气比我更 match， 然后我可以用气反震他。OK 了，go。哦，说好麻哎。我手真的很麻哎。对，他会反震。不是，我觉得第一下会麻。你是不是觉得打不够爽就打起来？我现在直接运气啊，好，那你就直接 K 就好。嗯，好，等一下，好 K， 用力。哦，哇，手会痛，是因为它跟肌肉不一样，你锤要用水啊，用力锤，用力不要客气。不是真的会痛，你看我的手，它这等一下会呕青，你看，你说大奇怪，跟真打有不一样是不是？昨天跟气功大师拍完影片，然后我的手就淤青了，这就叫做伤敌一百，自损一千。你照用你的力量打的，他会打。好，那你这样用力锤比较对，用力啊，真的跳起来 K 打。硬的硬，硬的这种打硬。对，真的吗？你看我手是松的。
大家可以看我手没有握拳，那你把它 K 下去，然后手没有握拳，用力啊！我这样子，这样子的，我受不了！那你看哦，我一般来讲，我的手指头就这样子而已嘛。天不辣手。对对对啊，那我这样，我用运气看看。那你等一下看，我用一只手指头。好怕。那我就。真的、哦？那我来。没事，你就不会。好了，不要制造紧张感，好不好？哦，其实蛮痛的，就是皮肤比较痛。我用正常的哈，没有气的，我用力一点也差不多是这样，这样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像气。那我还是强调一下，因为它气跟我比较 match， 所以我就气影响它会比较重，轻轻的就摸，轻轻的。就是它就会打到你，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打，大概是肌肉，那它肌肉很强壮，所以我大部分的力量都被它肌肉弹掉，那我就用气功。哦，靠，我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太一样，就你的比较，皮比较痛，你的也痛哦，但是你是表面浅层的痛，还感觉上哦，你有没有看到气会去跑到骨头里面去？他有奇怪的感觉哦，他很奇怪，对，拿一个石头，然后贴你，这样我知道该有谁格斗。那我们不管在格斗会怎么样，人家会想要架打嘛。对我而言，你看我轻轻碰一下哦，啊，我把它弄下去，哦，不是，他很可怕，我会闪的，会打。那我现在把气弄到我的脚里面，那你再感受看一不一样。我很轻哦，没有，这真的不会痛，表面很直，很奇怪。那我不要，不是啦，我会痛的，对不起，不能这样，我会踢。我才演出了，输了一下，好，无怨无悔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下去。一般人家在攻击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用一个很大的东西。那你看我脚只是这样提起来是吧？那我用气打，好，那你看你感觉一下，我用气踢。可是我感觉他没有很用力，他没有那种很大动作的转转髋去扫。可是我是这个是这整个都麻的，我知道啊，要是不知道，他整个都麻的，我们要知道。我受伤了，真的受伤了。你受伤？脚怎么了？脚很痛。不应该说受伤，是很痛，痛到里面去的。师傅，你等一下帮我全身打痛。师傅，这里是一条龙的，拿药酒给你。黄师傅，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，蛮力 vs 气功挑战，看看推动黄师傅。因为你们三个都是有在锻炼哦，那事实上我平常没有在举重，人家用气去影响你，你会发现到你的肌肉的力量比较难使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，对，那你看，比如说我现在站这样，你站弓步，可以吧？哦，可以，对啊，那我现在用气功试试看，那我再推一看。感觉好像你有在往后退的样子。对，但是你推不动我。对，不好推动。但是你看我是随便就这样站。但师傅刚那个站的那个步很奇妙。你试试看，他的站出来。师傅站平的吗？对，试试看。真的吗？嗯。都来喽。来。嘘。哈哈看有什么感觉？你看我这样站，好，那只要你不是就这样给我这样乱搞，这样乱搞，我们这样两个公平的，就是一个方向的。对对对，那你看我把它定在那边。来来来来，师傅，推手，快点，顺开，来来来，很可以，很简单啊。来喽，哎，来喽。你往前弄的时候，你感觉会有个东西挡住。你推，你推开，谢谢。那我来啊，来，很简单啊。江武德，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，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，叫做隔山打牛。网络有些影片，他们下面也是很多酸民会骂的，就比如说隔山打牛，然后气功大师他也没做什么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一整排都砰砰砰砰打得乱七八糟。实际上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出来，但是他是有限制，他是找到那些对气敏感的人。就好像我们两个有心电感应，所以当你那个气过来的时候，他接到这个讯号的时候，身体会不自觉的往后退。
们没有穿吗？我们有穿啊，但是没有穿，就是顶多或者稍微啊。我是没什么感觉啊，因为我是第二个。对，他在气从这边穿过去。这个，等等，帮我换第一个。我真的过去了吧？前面有听到。其实这个就是气场 match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调整一下，我们把两个比较 match 的调到前面，你们后面感受看看。如果你的中间力线一歪掉，它就没有；或者中间有人手放掉，它就没有。所以不要把它想太深。那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是先训练过，大家都会很直的去接那个力量，所以它看起来就很好看。哦，有感觉，对啊，有力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点感觉。有感到。我们再定一次来。我操！没有，蛮奇妙的。好，现在黄师傅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项目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神奇的腰带的东西。一般用毛巾也可以吗？一般来讲，我们腰带或毛巾它是软的。你看现在，如果大家一下这样站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软软的，很难用力。就算我硬把它拖出去，大概也是晃一下而已。那因为毛巾碰到它的时候，我们中间会产生一个气的连结，我们去控制这个气，等一下盖伊就会被它自己的气所牵引。那就药师波波推我跟他。药师这么强？我知道。那我现在感受一下毛巾。对，一定觉得很远。对，但我告诉你差别在哪里。蛮力推的东西是你可以刹住，气功这个我没有办法刹车哦，就是会一直被往后带。来，换你去演啊！你刚我演你这样，我演的一比一好。哦，有演哦。对。相信气的存在，我本来就相信气的存在，我只是觉得很多影片看起来真的太远，就是觉得很远，很多看起来都看起来，可是你刚刚看起来也是一样，真的，刚刚我们看起来很远吗？这个感觉很像，就是我蛮力推，但你的重心还是在下面，所以你会沉下来，然后刹住。刚那个是，就是你感觉你被带高一点点，下面很轻，所以你没办法踩住。对，就是你这样，可是我知道我在推，可是我要停就是停不下来，就是飞起来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假。对，会很假。对。
实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，因为我们三剑客也是蛮正向的，很多人他就是会一招半式，然后把讲气功讲得非常的神。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科学，然后让好玩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气功？然后最重要是让我们自己身体比较健康啊，比较快乐，然后很好玩这样。真的会比较快乐吗？你不觉得他刚才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吗？我刚刚讲的是什么？那想问一下黄师傅，我如果今天想要学气功，或者我想了解多一点，我应该找什么资讯会比较是正确的？我们也不敢说是正确的，但是我本身练功练了45年，我们希望大家比较用科学、比较好玩的态度来看待气功这件事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搜寻天能静远。今天谢谢谢谢干爹，谢谢黄师傅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如果大家任何问题或是有任何想了解的地方，都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干爹黄师傅，药师波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